福音第十章，这是咱基督徒最细的一个概念。耶稣讲，伊是门，吼，伊是羊条的门，吼，羊圈，吼，吼 ，sheep pen， 吼。啊，不过其实咱呐注意甲看这段经文吼，会有一挂怪怪的所在，吼。一开始耶稣讲，我实实，吼，我阿门，吼，我阿门甲恁讲，我实实甲恁讲，那入羊条。无对迄个门入来吼，为别个所在搬过来，就是强盗，就是贼。吼，敢若对门入来是羊的牧者，啊，过门的甲伊开门吼。耶稣要讲真简单的概念，就是讲若无对门入来，就是强盗哦，是贼。啊，敢若啥？牧者会当会敢若门对门入来是牧者吼。啊！伊会讲羊听，迄个羊会听牧者的声，啊会跟对牧者，吼，啊牧者嘛叫伊个名，吼，会当呼叫伊个羊，吼。讲到遮，我就做歹势吼，我真正做袂晓记名吼。啊，说我这个袂晓记名，到后来已经变作是一个迄个心理障碍啊，吼。我即摆若看到人吼，我就开始想。哎呀哎呀，这叫什么名吼？嘿，一定会袂记住吼。若无甲我讲，我就袂记住；若甲我问，我就袂记住吼。咱们底下有十三个吼，内面有三个较，其实嘛是讲，也不会不熟啊，就常常见面呐。啊，然后他们说牧师考你，他叫什么名字啊？是啊，你若讲这句话，我就开始啊，怎么讲袂出来？啊，我伊才讲哇，迄个牧者会安那？叫这羊的名呢，吼，是叫伊的名，吼，叫伊的名，所以这羊啊，嘛会认得这个牧者的声，吼。其实讲这个观念做清楚的，吼，啊，不过奇怪的所在是讲，耶稣甲这个比如甲因讲，啊，因安那，圣经讲因安那。因听无啦，因无明白耶稣是咧讲啥物话。我好早讲的，恁听有无？我虽然是讲台语，恁听有吧？哈，我咧讲的意思是讲，迄个羊啊呐，会认得牧者的声，吼，牧者是叫羊啊的名，伊甲伊的关系做好。啊，呐，无对门入来的，就是强盗是贼，啊，干那是牧者是对门入来。这有对，但无明白。有哪里是听不清楚的？耶稣甲因讲，而且耶稣要用这个羊条、牧者、羊，这个比如，就表示讲，这伫因的生活内面是做平常、做自然的一个情形，所以耶稣用这个正做一个比如，对不？好，所以这个比如本身，敢有这困难的所在？敢有听无？咱虽然无咧顾羊啊吼，咱听有吧？啊！耶稣的听众是安怎？你看圣经讲，因听无啦，因无明白耶稣是咧讲啥，到底是对出问题？各位兄弟，恁读到这拢袂怪怪吗？圣经若是一挂所在吼，其实会怪怪的所在，就是重点啦。啊，不过咱今日多当下读圣经，读伤细吼，读太熟了，吼。太熟就不会停下来去思考一下哈，无紧，咱个落去，等一下回来讨论这个问题，先解决这个问题，下面这个问题，这是另这处经文另外一个怪怪的所在。伊讲我实在跟恁讲，我实实在在跟恁讲，耶稣伊讲啥？我就是安那羊条的门啦，我就是羊的门啦。耶稣是门哦、喔，咱较细个概念是耶稣是啥物？好牧人嘛，对不？这里今天的经文到第十节了哈，那为十一节开始，耶稣讲以三位，我是好牧人，安那，好牧人为羊舍命，对不对？啊，今嘛才差一节，头前伊讲我是啥？我是门，门跟牧人一不一样？啊，为什么他又是门？啊，又是好牧人？啊，头前个讲着讲。好的牧人会从哪里进来？
城门进来，所以亚述是在冲下，是不是喝多了一点？啊，怎么又我是门，然后我又是好牧人，然后好牧人又从门进来？哎，亚述的比喻常常是盖简单啊，这清澈，这喝，这喝的得力啊，糖加死人啊，这奇怪，这里混乱掉了哈，混乱掉不是耶稣的错了。我一讲亚述是门啊，是牧羊人哈，这里混乱掉不是耶稣的错，是我们呐哈，咱无迄个文化，咱若看到门就想到啥？是不是啦？你不要小看这个门，这早很久呢。咱看到门所以我都想象那个蔡茂堂牧师吼，你看在他这些进前和平教会蔡茂堂牧师，他太厉害了啦吼，也刚得吼几百张图，我唔知安怎吹吼。咱若看到伊讲，耶稣是门，就想到这嘛，是吧？这有一点新潮了，不大概是这个样子的门呐。其实不是啦，其实耶稣那个时代，他的油条是生这款的，用石头给贴起来，就是他们的牧场会找到的材料。他们不去做一个门，他们会做一个缺口，缺口底下，所以羊也是没羊的，没吃，都对那个缺口进出。耶稣说我是门是什么意思？下面这张又找更久，这是用画的。你有看到那个牧羊人在哪里吗？没这么对，就是说那个羊条同样是石头做的，其实他们不去做一个像这个木头这样啦，其实那个缺口没这么怎样啦，都坐在那里啦，这个时候他就变成什么？他就是门啦，这样有了解吗？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其实耶稣就是木架啦，其实木架也是什么？也是门啦，没有刚刚想象的那个木头跑出来，没有，就是耶稣他本身就是门，他也是木架。如果说到这，咱有明白吗？有明白吗？不过他们还在没明白什么？我们不是这个文化的人哦，现在经过这个资料的解说，我们知道亚述在说什么。结果他们是犹太人，亚述是用他们的文化的东西在跟他们说，做比如是怎样跟他们说，他们不明白亚述是在说什么。我们已经知道亚述说他是门，是木架，在经文里面耶稣说，在我头前来的不是对我这个门进来的，是插是用的谁？耶稣在说什么人？其实这就是他们听无的所在啦。耶稣说我是羊的门，我是牧者，不对我这个门进来的都是强盗，都是那些插。耶稣在说什么人？你们都没有理我，你们又变回耶稣的听众，你们也不明白了吗？耶稣在说的用道这些插是在说什么人？对，是怎样你会说的法利赛人？其实我们看上下文前后文的概情册嘛，我们今天是第十章，他头前在说的都是法利赛人，那些人在来质疑耶稣啊。耶稣要说的是对啦，他们是法利赛人。我们来思考看看，法利赛人很多拉比，很多老师，跟耶稣很多老师，很多拉比，有什么地方不一样吗？法利赛人作为这些犹太人的老师，跟耶稣很多他们的老师有对不一样吗？耶稣很好答，我是门，我是木架。耶稣用这个比喻来表明他跟这些羊群的关系，这在法利赛人是不懂的想象，他们不会说他们是牧者，他那些学生也是对他跟对他的人是羊群，这是耶稣 他对古约更清楚的一个 image， 一个形象在那里。
啊，我想要耶稣讲，因这的人是强盗，因这的人是贼。我先绕出去一下，再回来吼。我其实我当下来，咱过年过后无外久之前，我就捌讲过一个新的概念吼，咱较无熟的概念，不一定是新的吼。就是讲，我甲一群在伫做大专团契的牧者是团刀，在开讲的时阵吼，啊，忽然有人讲啊，人讲咱在牧师吼，牧师是牧羊人啊，这对圣经出来的嘛吼，因为离约翰福音耶稣上尾要升天之前，就是安尼交代彼得对不？哦，你爱我吗？牧养我的羊群，牧养我的小羊，哦、所以牧师给一个牧羊人的形象在他的心中，吼、哦，其实对圣经出来是介清楚。啊，不过我的同工就讲，其实吼、哦，咱这牧师不是牧者啦，不是牧羊人呐、啊，应该是牧羊犬呐、啊。高啊，较神，那是高啊，较神哦，因为牧羊犬有没有保护羊？牧羊犬有没有走在羊的前面？有啊，牧羊犬会不会去找那些迷失的羊，把它咬回来？会呢，那哪怎样吼，也去 call 呢，吼，安尼讲讲咧，我这部书是较神牧羊人，还是较神牧羊犬？比较像牧羊犬呢，吼，因为牧羊犬可不可以决定？伊要安怎带这羊？要行什么方向？会使未？啊！今天牧羊犬说：“我想去吃骨头，来，大家跟着我走啊！”呢，是不是啦？无法度啊！牧羊犬嘛是爱听什么人的话？牧者，牧者要行迄堆，牧羊犬就会把伊害羊群顾迄堆。好、哦，所以其实得爱有一个另外一个形象来。描写这些牧师，安尼才会平衡。好、哦，就是我们虽然有一个形象，讲我们是牧羊人，可是事实上，在实际操作、在实作上，吼、哦，我真正较神，真正高啊，牧羊犬。哦，我岔出去，我现在回来，那怎么样？安怎看？安怎判断？一个牧者是一个好的牧者？那叫耶稣基督在这儿，他所做他的特质，他的特质在描写牧羊人是怎么样，我们要怎么评断这个牧者是一个好的牧者？各位兄弟，怎么判断？他真多，他说自己是门嘛，对不？你有没有回去刚刚那个图，那个空缺口出入的门那边，迄、那个木架的安那，倒底下坐底下对不？艺术什么艺术你知无？得过门啦吼，啊哪边入去得安那？没入去得安那？哎，over my dead body 啦，对不？对不？哦，你要过来通过我的温顺嘛，是不是？要出去嘛是同款啊。哎，恁这羊要出去嘛？经过我讲好的，让出去啊。那真多门这款概念的一个牧者，伊的特质是啥物事？伊的特质就是接下去十一节的时候，耶稣要讲的嘛。伊讲我就是安那好的牧者，好的牧者为羊安那放下性命，那个特质就跑出来了。你要动我的羊，气看麦啊，安那？哦 ，over my dead body， 对不？哦，你要气，要挡我羊啊，你气看麦啊？哦，然后回头跟羊说，哪要出去放生哦？你们立马来气看麦啊？哈，哦，看我有，看我要应允无？各位兄弟，一个好的牧者，在这个比喻里面的情境，唔是讲伊带偌济羊呢？不是说他的羊群多大丁，是说什么话？他有要为他的羊怎么放下性命没有？所以常常我在思考教会
对牧者的评断是无公平。咱走抓去别个所在，吼，咱会去轻薄去轻轻讲，哦，这个牧者牧师赞，因为伊牧会的教会偌济羊，偌济啦，啊，一千只羊，这个牧师有赞无？这个牧师有成功无啦？有无啦？有，吼、哦。啊，迄啦，无迄迄百几个迄种拢安那？分摊牧师啊，是毋是吼？哎、哦，毋过，若要对今日咱的经文的比喻来看牧师，哎，耶稣是讲，伊是真最门的牧羊人，的牧者。伊一个足水的地址是伊个安那？伊会固守伊个羊群。耶稣有讲大丁啊，是说这少的无？重点无放伫遐呢。吼、哦，所以我昨昏参加一个婚礼，无啦，主持一个婚礼，吼、哦、啊，拄到长老，吼、哦，毋是咱啦，毋是咱教会，白金教会长，因在咧甲我讲牧师，吼、哦、牧师，啊，佫着讲到一个讲送个囝吼是牧师，啊，即马伫底咧牧会吼，牧十几冬吼，啊，因个教会有关是。二三十人啊，吼，啊，这是自己的真失败的见证啊！我底下听，哇，还是嘛，我来还是想想哦，讲另外一个婚礼的场所吼，啊，即嘛有人咧讲话吼，讲到陈思豪牧师吼，哦，伊啊，啊，是要按是用什么款的诶标准咧讲是一个失败的见证啊？吼，迄个牧者因也是甘愿欢喜。为伊所固守的羊群，放下伊的性命，得尊生是尊公是二十三十的羊群，伊是毋是好的牧者？各位兄弟，伊有关是好的牧者。咱要安怎看一个牧师伫伊的服侍顶面的表现？好，我感谢主耶稣基督伊的比喻。各位兄弟，我不是说只有这个面相，吼，我唔是讲讲到这个面相，吼，各有别个面相会当来看一个牧师。唔过，伫这个比喻内面，真正有一个足水的提醒，就是主要说叫做伊所抓到的迄个点，迄、那个重点是在伫这个把家己当作一个门的牧者。所以咱若真正有这个想象时阵，咱真正开始当去了解是安怎。耶稣讲，我是好的牧者，我为我的羊放下性命，会当连起来啊，对不？很清楚，那个形象就跑出来了。好、哦，这真正是一个无容易的一个概念，因为你若要去连接是安怎，伊讲无对门入来是贼，是强盗的时阵。各位兄弟，我若是真做一个牧者，恁对我的意义是当恁人愈多的时阵，我是一个愈好的牧者。各位兄弟，我就是那个不是从门进来的强盗跟贼。我无一定做啥物对恁无好的代志，我无一定偷盗、抢夺、杀害恁。不过，我无甲恁当作应该爱甲我有好的关系的羊的迄款的牧者，迄款的牧者就是主要所基督伫这个比喻所讲的。他来唔是，伊来唔是要为伊的羊舍掉生命，因来是要创啥？是阿凯无去。是要抢夺，是偷盗，是杀害。就是咱伫遮爱看到耶稣真做一个门，即个牧羊人，伊是在意，他是在意他的羊的，每一个羊，他是在意的。伫即个牧师，伫即个牧者的心目中，这个羊的存在的目的。不是多大群，
毋是因为这只羊，所以伊成做一个足有名的牧师。毋是讲这羊成就非凡，所以这个牧师是一个足好足好的牧师。毋是。伫这个比喻内面，耶稣咧讲的好的牧者，是伊照顾着每一只羊，看顾因的需要。若要用这段经文来看我家己，加做一个牧师，那是大大的不适任哦。还佫查迄个耶稣所讲的迄个情形，真远。感谢上帝，咱有当会当有这个机会，咱做伙来学习。我学习加做一个牧师，恁学习加做。甲牧师做伙同工的羊群，吼，啊，有当时啊，我嘛爱想象家己是一只牧羊犬，安怎甲恁做伙去跑走迄个大牧者主耶稣基督所指示的迄个方向？伫这段经文，我真正有看到一挂因过我无注意到的所在，毋忙嘛是正向的因为咱会当做伙来成长。来思考的所在，我是不是一个好的牧者？真正是在地，我是不是愿意加做一个门，加做一个门的牧师？把恁每一个我的兄弟姊妹看做至重要，各位兄弟，帮助阮，咱正人拢。这个方向来跑走，当心来祈祷。